这么小的袋子能装些什么呢？口红、指甲钳、钥匙、无人机，等等，无人机？不可能吧！迷你无人机仅4.5厘米的机身，完全可以在你的指尖上起飞，稳定优越的性能，让新手的你也可以瞬间变成老司机。迷你的身躯，让它能在复杂的环境自由穿梭。高清图传的航拍版带有智能悬浮，代替你的双眼看看这不一样的风景。灵活的它可以翻滚，甚至多圈翻滚。无头模式，一键返航，这些黑科技它也拥有。收纳式遥控器，轻松带上它，就让生活多点乐趣吧。